散步，邪说谬论，搅扰人迷惑人，还做了许多搅扰破坏神工作的事，给人灌输一些邪说谬论，让人凭着邪说谬论活着与神对立。那神就在人类败坏这个基础上说话作工，耶路撒旦败坏人类的这些邪说谬论，审判人的各种败坏心情，同时也让人分辨撒旦灌输给人的各种思想言论。这样人不但明白了真理，认识了神，同时对撒旦的言论思想观点都有了分辨，还有对撒旦的性情、撒旦的实质、撒旦的种种恶行也都能看透了。在明白真理的基础上，人能更加准确地、更加有力度地分辨撒旦，弃绝撒旦。不再受撒旦的迷惑，不会再第二次被撒旦掳去侵吞，人能更加相信确认神的存在、神的身份，还有神住在万物、住在一切的这一事实。人敬畏神的心产生了，对神有了真实的顺服、真实的顺服，这样人的心就被神得照料，确切地说是人被神得照料。在人身上达到这个成果的时候，人不会再次被撒旦迷惑利用了，而是对撒旦有了深刻的分辨，能看透撒旦了，也能从内心深处弃绝撒旦，承认自己是神的受造之物，甘愿接受造物主的主宰与摆布，这样人就完全归回到神面前了，这样人就完全归回到神面前了。